大家好，今天在妈妈的店里面啊，我待会儿来店里面就是找爸爸给我帮忙，去打一下包啊，因为我们这两天胶原蛋白在搞活动嘛，然后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都已经搭到一批了，然后有什么想一下问题？找他给他补钱，找他补钱嘛。你看东边的爸爸搭的那么好，也那么快，他那就修得大。要得要得，找到了。今天教你拿打包，明天龙江的老汉儿包好，手都快了，哎，现在都锻炼出来了。就在这边。到了，就在这边。到这了。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帮你交费打包。那龙江老汉儿。叫老子打包。晓得哪么弄啊？没得头绪是不是？儿子叫老二了呀？哪里嘛？我只是请你帮忙，你莫那么说啊。老二啊？你到在那边。到这里，到这儿。嗯。看到我刚刚哪么放的嘛？每盒放三个。今天真好，有老爸过来帮忙啊！不然我一个人也要弄很久。我拿五个果冻。哎哎，小宝。哎。我的妈呀！老爸还有点不知所措，无从下手啊。第一步是封箱，就是封个箱子，第二步放货，第三步再封箱，这就是奴才级的。你放起来了，你得好好帮我放啊。呀，我来写名字。对，好简单。哈哈。多封一道嘛，还是？嗯。好，谢谢你，明天再说哈。哎，这个手要放吗？给你们拿东西。哪里的？刚刚跟老爸在仓库在打包啊，这个文学跑过来了啊，他的妹妹西芹，他来给我们送东西啊。过年了，你好久不见。嗯，这个是那个椰子糖，很好吃，菠萝蜜甜。哦，包不到了，没有拿袋子。哎呦，你们今天那个情侣装出门啊？哎，我们情侣装还可以啊。今天新安排的情侣装。他非要喊我穿那件，我都不好意思穿。哎，要穿要穿，我要喊你弄过来试。到时候喊弄过来试一下啊。嗯嗯。到时候我过年多穿那个衣服就好看了。唐师爷在这儿帮忙啊？哎，就是。胶原蛋白搞活动，我喊他过来帮忙嘞。忙到这样子。快来，爸爸，快来拿到。哦。到过他们带的东西。嗯。出去耍一趟啊，总要带点东西回来嘛。哎呀，谢谢你了啊！太贵的也买不起，只能买点那些小特产。哎呀，你说我那些点嘛，那都是心意啊。嗯，非常感谢啊。嗯嗯嗯。送过来。来看你的嘛，收到这个。哦，还有嘛。嗯，我这是轮流几天的收的。老师，好久回来的？回来几天了？嗯，第一次见。啊，今天回来你们没看到爸爸？没有。在直播，在你视频里面看到过。他一直都在那里跟我妈帮忙，好忙嘛，外头出去打了工，回来又闲不住。我妈都说，他们喊快做那里。今天又被我喊起来打包。好久我们去阿姨的店里面吃一下小吃，带我们去啊。好呀，对。那你先忙我嘛。啊，今天不得空。你说我礼貌非礼貌，我请你去吃。改天请我吃，好不好？好嘛。嗯，那你先忙，我们要走了。好，要得。拜拜。今天很开心啊，瑞雪他们从外面旅游，然后还给我们带了吃的啊。打包，打包，没有亏待你们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打包了，事情就简单的很好，拜拜。